哎呀，大牛哥，哎呀，太亏。不是，最近不是很流行直播吗？对啊。然后我儿子那一天就上了一个直播网，然后还买一部恐怖书啊。买一本恐怖书？那直播主角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本直播书恐怖书哦，还很恐怖哦，对啊，哦500元开始起标这样子，哦，然后大家就惊哦，争相的一直加，加到最后。 5000块买到了，被我儿子飙到了，一本恐怖书卖5000块，然后他还买到。对，然后直播主还跟你讲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买到以后千万不要翻到最后一页啊，最后一页等恐怖哦，哎，对。大牛哥，我也是出社会这么久的人，谁不知道这本故事书翻到最后一页恐怖原因是因为他写售价50啊，你老你的儿子5000块买到嘛？你在烂故事到底要讲多久？你以为我是小钟吗？ 啊，我以为你是小梁，在讲冷笑话吗？怎样说？我跟你讲，他真的翻到最后一页，不是50块，他写着赠品，啊，还不用钱哦？很恐怖吧？5000块买赠品？对呀，不够恐怖的啦。所以到底直播主的嘴巴都是胡蕊蕊呢，还是说其实直播讲货也是有抢到赚到哦？<笑> 欢迎收看今晚开战吧！欢迎哦，听到是好用就一定要皇家御乱买的消费高手。哎，我这边就是真的是卖什么就红什么的直播高手。哎，直播这个东西啊，尤其前阵子疫情，可能大家真的都在家里买东西。是。那现在当红的直播主，给你猜单次直播可以创造多少钱的销售量？我上次看到一个新闻报道，好像是丢丢妹是吧？ 对啊，他什么单场直播好像破5000万，你在人家水产教父前面讲丢丢那个，不是，那是新闻报道。对啊，对啊。但我又像最近那个陈昭荣成立了一个直播公司，对，然后还有弄了很多的摄影棚，然后开始训练很多直播主嘛。对，他说他刚开始他卖水产海产啊一些加起来，他每个月的抽成就有300万，哇，分红。 所以他现在回不去了，你就要去拍戏，拍个小朋友啦，小朋友，对啊，他说比拍戏都还要赚。大家印象当中，很多时候最近什么海产啊、肉啊什么有的没的，可是其实呢，上至家电、电器、家具、房子，甚至还有人在卖车、直升机，然后呢，小到我们这些婆婆妈妈爱的什么零食啊、刚刚讲的这些海产、蔬菜啦、保健品，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。 还有在卖一箱一箱那种蔬菜盒，有没有？蔬菜箱，对啊，什么都可以卖，什么都奇怪。什么西兰骨头让我？真假的啦？那为什么我很少在直播看东西？除非是比如说像油啊这种，就是自己好朋友，我会上去拉拉咧这样。然后我有一次呢，就是在看就滑过去，然后就看到陌生人在直播，然后他在卖精品，然后他就在有一个反正零钱包，我就觉得很可爱。然后我只想点进去看，可是我压根忘记他在直播。 所以我以点进去看，他就哦哦，小珍姐，哎呦，小珍姐，你上来，然后我就赶快下线了。我就是怕这样。对，我觉得艺人有这个很尴尬的问题，我就是怕这样。对，其实我也很少点。你干嘛要官方账号上去？其实我吓的，他会跳通知，对不对？因为就是好像有特殊艺人，然后就说谁来了。那一开始人家问一下大家，你们会同意吗？就是看到大家都喊加一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想一起喊啊？ 这些都是商人的伎俩吗？请举牌，是吗？他们认为是。从以前的电视购物开始，到现在的直播买卖，其实讲究的就是 hiki 吹啦 ，hiki 吹，哎呀，多独特的话术，你们哦，就是要这样讲的，你非买不可。所以今天一开始之前呢，就要请这个贤哥来给我们现场来叫卖一下啦。今晚直播秀。 欢迎来到水产教父直播哈！因为你穿，旁边有一个人在扭，你要穿，卖海鲜的人都没看过，我知道，后面有穿很少吗？而且后面我跟你讲，卖海鲜都这样啊，你蹲低一点，然后我的只剩下奶这样啊，海鲜都没有啦，有，那是精品的，那是卖手表的，可以再一次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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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晚直播秀。 欢迎来到水产教父直播啊！收看直播啊，请先注意听到两件事情啊。第一件事情，商品你若买贵啊，客都要退差价。
第一件事情，只要啊不是人为因素，商品本身有问题啊，欢迎索取全额退费。来，今天来到不一样的现场哦，来，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？冲一下分享次数，来，然后200次分享，我们抽这个什么保温瓶，这个都太逊了，哦，太逊，太逊了，哦，我们直接来了，哦，现在人数我看一下，哇，四千人啊，哇，四千人，我们追一下，快，四千四，来，现在平常我们叫麦哥贤哥，他直接就是破万的啦，破万，哪有什么四千？哎，拜托了，那我们今天基本打底一下哈，来5000枚的哈，啊，现场人数直播人数到达5000人，来，我们 iPhone 直接四支送出去 ，iPhone 四支哦。再多抽一支，哇！给各位鼓励，大贤哥伊无惊啦，等掉起，我们要回归正传吼，咱来滴赏吼，来我啦，正恭喜我来斗打了吼，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来卖个东西，卖我们最厉害的，就是我们的什么来。马来西亚的海虎虾，你用目睭看绝对看无。对对对，你用目睭嘛，食我都食物件。对对对对。所以为什么要跟我买东西？你也不一定要找我买东西。嗯。但是这里给你很好的保证。哦。这里一盒虾只有8尾，只要一尾，你吃到不新鲜、不甜、不 Q， 整盒不用钱。对对。哇。这是我们对消费者最好的保障。是是是。然后相同的东西，你只要稍微的买贵，不管贵1块钱、2块钱，都打电话回来公司，我们全额退费。哇。我跟你讲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嗯，话都他在讲，你为什么在喝水？不是，他随便吃到，还给你，还给你，拍手，拍手，他做效果，做效果。旁边有一些人也会在那边，哎呀，我看走来走去。我跟你讲哦，哎，这老虎虾，你别夸老虎虾哦，它会生老虎哦，我跟你讲哦。一块，外口市价偌济？咱讲300块就好。来，今仔日一块，今仔日2块，好，来3盒，啊，来4盒，哇，来5盒，哇，好，来6盒，哇，你敢真正要安尼？无来，安尼6块市价偌济？哎，差不多1800块，1盒、2盒、3盒、4盒、5盒，外面市价1800块，咱只偌济开好行？要的全部打多少加一？999块，要的全部打加一。999，要不告诉我？阿联酋，告诉我。999，999，还可以抽 iPhone。哎，小挣脱了，小挣脱了，小挣脱了。哎，看到现场观众这么热烈嘛？咱卖讲6块999。哎，好，现场观众这么热烈，来个99，七盒多少？999，看到大牛哥，我真的非常开心。哦，评价就很高。哎，看到大牛哥在引导，来个上去块。哇。999，看到小珍姐，999，我看到小珍姐哦，这么美丽，我真的都会害羞了。来，还有。拿呢八，我挂小珍姐，我姑爷一定欢喜起来。哎，999，哇！然后很开心今天能来参与这个节目。我们今晚开张把这个是是是是，来家里大放送哦，要的全部10盒，花了去，唔免999，要的全部打，加100，加100，888，要打加一啊，加一百，888，哦，你888了，哎，来。哎，我的助理，赶快帮我打包起来，888。哇，这么便宜！哎，这八，这认真的888，真的假的？真888，你这样。哎，他通常一喊到这时候的时候，大家应该是加到疯掉了。哎，基本上我们一开价，开到最后的底价，基本上。最后的底下开几乎都是1分钟就解答了。可是会不会你前面就后面就没了？就没有。会不会你前面你刚刚讲990的时候，大家已经买了，那买了他是要用990的价，没有，是最后。他最后我们还是帮他改回那个最后的开优惠价，底价对优惠价。哇！所以我们都会教客人先加一。对，因为你到真正开价的时候再加，已经没了。可是你刚才开始用4支，这个这是最新的耶。因为我们觉得直播就是。有人流，有钱流，是啊，我们就是一定要靠分享。除了这个手机之外，你们曾经还送过什么最夸张的吗？像手机啦、冰箱啦，或者是摩托车有送过。卖什么摩托车？没有，就是分享奖抽，我们不是送的，我们就是以分享奖下去抽奖。
哦，内核哦，哎，我们每个月都会有行销费用去支出这个部分，然后我们如果你说最大送到什么？最送到我们在算是今年会不会连老婆都送出去？老婆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阿内在公公等给他鬼送婆。哦，我们今年三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到中华冰室，我们现场温直播。送冰室车，我们现场买车，真的买两台，对，直播现场买两台冰室，然后做那个算是周年庆的粉丝的。你们那次是卖什么东西送？没有卖，就周啊，就周年庆。对，那一次我记得线上到了30,000多人观看的，哇，撒板花，哇靠！然后一台我们就是当场就把它抽掉，嗯，所以真的送出去了，真的送啊。我们拿到第二台，我们是以抽奖券，然后为期2个礼拜的累积，1000元一张，2000元两张下去有摸彩券，抽要抽那个当天，五五恰共振人来抽。哦，不是讲做啥过来，不做啥过来，然后两台车同时交车的时候，我们还是直播，然后请律师共振人一切公平公正公开了。今天谢谢贤哥，爱人来就来带礼物。对对对。不够啊，其他留着就好。没关系，开过给我，给妹妹，给我。谢谢，来来来，好，开水好，哎，谢谢，谢谢贤哥，谢谢，谢谢，多谢，多谢。今晚开战吧，让你永远选对边。今晚开战吧，让你总是被称赞。新形态互动式综艺节目，快快来订阅，按下小铃铛哦。小铃铛哦。